啊。Lucky， 对啊 ，Lucky， 差袂空诶，等到等，档位档诶，嗯，尽量给，尽量啊，没有用啊，有档位可是那个变速箱不是离合器啊，排档线的，排档线啊，对啊，免晒啊，出事了阿伯，出事了，出事了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排档线掉了，哦，没办法排档，可以发动啊，助挡动不了，听说在底下，我也不知道，掉就算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台快掉之后，把那一台也封印了，你看，哦，啊，所以你想要里面那一台吗？我把它先拖走嘛，先把它拖开。想里面那一台，我故意的，没有，挡住我也不能开啊。我跟他说他比较瘦，叫他进去，他说他不要了。你不觉得我的气色不好？换边了。他们列衬套拿过来。哦，发动。这个掉了，啊，装回去就好了。我先把它排到空档哦。等一下哦，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空档，很危险。上面打 N 档。你打到哭了，放哥。哎，对。P 档。打 P 档。来。八，好，刹车踩着哦，刹车要踩好哦，我要入到低档喽，踩好，现在应该可以动，起来吧，你上面入到低档，对，后尾，来，变翼，来哦。啊！你刚刚一届机会差几遍了哦？没有，刚刚一届哦。一样，会害怕。一次哦。回家也这样，一届了。我老弟。哎，躺底下他怕，开车他也怕。开车你也怕。你只有一次机会嘞，这不是 NG 耶。啊，金牌的要来了。你要自己移还是给他移？不行啊，我现在没办法换手，因为刹车。哦，刹车踩着哦。来，看他表演的。你要切你幅度大一点哦。来啦，过去一点。好，你好，向进来。材料到了，什么材料？这个，等一下，你的车放几天了？两个礼拜了。你看，结果后来我发现我这个是好的，它掉下来了。你知道什么不见吗？什么不见？这个弹簧插销就对了。插销，对，它是这样的，我打开给你看。到底算运气好啊，到底是不好？运气好吧，如果在路上喷掉，你就投球好了。它这个就是一个洞嘛。插下去啊，那有个铁的，有没有？原本的铁这样插下去，扣住之后靠这个弹簧，把它插这样插下去，有没有？这样看，插了一下那样，插了一固定啊那样，插到底就固定了啊，就不会掉了，就不会掉出来了。然后弄，所以一台车插一颗螺丝都不行，冒了生命危险把它开过来。搞不好我吹着 T 啊，我跟你讲。来，我跟你讲哈，来，这一只哈，这一只等一下上去。穿在这一个，你可能正上这我蒙掉啊，来撑一下。嗯。啊，你这个拉过来，你这个拉过来，到时要就给它扣住啊，那样。没什么啊，可是就是坏了就不能动而已啊，真的没什么。叫咱利用专业的边啊。你家己的车，你要用心才掉。我是倒一边啊嘛。空间好小。装不下去，把它再拆掉就好了。护板就是。可以耶，看有阿爸，哇，阿爸真好打哦，是这个扣环真打吧？对啊，那个先塞进去了，再换这一个嘛，再换这一只吧。不行，再买用哦。去啦，好啦，我卡身啊，我怕是要较紧的啊。暂停。
我先出来炸。这边哪？边不会啊？看似简单呐、啊，哈、啊，很多人底下谁就谁啊。哎、欸，柯哥啊，我跳破完嘞，你是头痛还是痛呀？不要再发声了。没啊啦，干我要睡着的呀，不会被同一颗石头击败的。就是怎样，圣斗士不会被换，换一颗我就会了，换一颗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换一颗就会了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哦，好了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就这样而已啊，放那么久。啊，不会被那人清钱，是吧？两个手就好啊，别人清钱。耶、yeah, ，好了，可以当个背包客了啊。可以去哪？可以去修理了。我的换灯泡破了，转理由的嘛。哇，换灯泡破了。本来没有的，现在有了。开车总是有风险，投资理财有风险。你够够跟我。三脚架真的坏掉，你看，更威撸贼啊！你我落你看，你看，嗯，哇，哎呦，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，哇塞，两只，它漏油了，避震器，来哦，来啊，来，哇，好了耶、yeah ，好，可以试车了，好热啦。笑哦，有没有动了没有？哦，哦吼！哇，修理好了，修理好了，修理好了，还有这个，你看，还有什么？再不弄，我就可以真的可以打蜡了。我真的呢，对啊，撸这下不？我开机你那边，比那个下巴还惨，人家都还好好的，人家停在哎地下室哎、欸。我们放在这外面的，看，你看，那家昂杰天的，你看不？等一下，充电头，不快吗？这是什么 mark？ 黑人，哇！那、啊、这个要去哪里买啊？这个来买哦，想买的话有没有？嗯，泰山会贴一个网址，你们去下，扫 B 挖扣就有了。它那个充电还蛮不错的。过电压有保护，哈，过电流毛保护，过热毛保护，短路毛保护，保护上我掌握清楚。反正你全套的呢。对啊，这块、欸、我后面还有小池汽车的 logo， 黑人，有没有？联名款就对了。有啊，哦，哎、欸，这有三种呢，你看有三种啊，都袂歹的哦。看一下哈、哦，你几万块钱？77啊，77啊，你可能没去包了，没了，看到没有？哦，77嘛，哦哦，可能起码20分嘛，啊，你看520，那我们要出发了，啊，反正你要测试就对了，对啊，好，那我要去用天棚了，下班时间车好多、啊，现在很开心，前几天都闷闷不乐，当然了、啊，我阿花的车，我的是坏的。其实不算坏的、啊，就是它、啊、就是那个掉了，就跟就是一个变为了那个铁片。它、啊、其他车让我救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都有了，都有是不是。可是有些哈、哦，像你上都不会掉，因为它是这样穿过去，它另外一头出来这个头，它是用铁丝这样勾起来都不会掉，除非断掉了。还是你叫他们一刀，用天棒啊？哦，你都会啊，干就别人还好这边而已，合作厂商。那、啊、他有在做外车吗？有啊，报我的名字啊，都会多500，多500是不是？没人敢去，又没人敢去。好了，充电了，充饱了，我紧啊，那我紧，那可以。四分钟充啊，这，你还没变呢？还没变。搞完嘞？搞。我本来我很想把它弄成黑色的，可是可是这样很突兀啊，变成黑的，这个是变成这样嘛？嗯。啊，这一块。对啊，也要黑的，这个也要黑的，这个也要黑的，这个东西也要黑的，好吧？哎，现在已经80%了啦，8分钟80%，啊，可是我们是从77%啦，不是从0%开始，啊，我去交代一下。哎，我改一下红色的烧包哦，伊也改红色。好啊，改好。我来讲改这改穿，不然干这绿绿的。不会，又不是戴头上啊，不然你的车顶用绿的、啊，怎么样？激光照底面来，这就贼了。他什么都做，人家踏板什么都做。他头盖无跌啊。头盖，嗯，头盖无跌，我见人，我打电话以后等。大概10分钟左右就83%，通了6%。蛮快的啊。
好，想要记得赶快去买，限量的而已。啊，如果过了就没有这个 mark 了。对啊，没有 mark 有打折吗？应该没有。对，有这个 mark 都要打折，现在没有。老板在忙呢。对啊，我跟他约好了，改天再来。对啊，我们先回去。我再爽个几天嘛。对啊。好，坐坐坐。对，要周末了哦，要爽一下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要开 BMW 出去爽。我现在可以开 BMW。哦，没有被挡住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被挡住了。走走走。快不？弄些田鹏博 ANG 的 mark 啊，拿起来。哎，这原来的吗？你看，哦，哦，什么啦？就是啊，手机还没拉过位啊，所以今晚。那个 ID 的 iPhone 换掉，要换 NG 的。哎，安坐。没有，我们刚刚是5:20嘛，现在5:50，电量是91%，这样算快了。刚刚还有讲个电话，还有拿起来。是的啊，我刚好拿起来，没有一直充，所以还可以啊。大概如果这样充的话，应该一个小时内应该就爆了。我以后这个都要换我们的 Mark。雄厚了，这不是你干。你买来我就贴上去。等那个。雷雕机雕出来，你就等现在办公室出来，不就可以放着了？真的。Next day。Thank you.
五门的可以这样放，四门的就很麻烦，四门只能在这里进去。嗯。所以前面闭的五门的，较袂去拗着。五门的较袂拗着，遮到。好啊，如果你四门出来，一定会这样凹啊，凹才可以从旁边就出来，因为后面出不来啊。嗯。对啊。这是五门的，通常五门的比较大块，可是没有比较便宜，没有比较贵。对啊。差不多真的吗？对，还有天窗的会更贵。你爱做要挖一个洞嘛，对吧？对。完店有些没派皮的需要了，你看，这一层，有没有看到这一层？嗯。哇，这完店，哇，这一层就我们看得到，就摸的话，就是中间堆一个这海绵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很嫩。嗯。特别要点啊，国产的车啊，它就是直接融在上面，你拿下来水洗都没差了。通常会掉的是这个海绵跟这个分开的。哇，久了这海绵呼起，这呼起，呼起掉了，这个连在上面，这个掉下来了，就这样变成这样。哦，对啊，哇，分离了。哎呀，你对哦，就是多了这层就会掉。啊，换了就不会了啦。你从左哇，这是安全气囊，气帘的哇，这样，哇，灰白诶，整排的都是气帘。对啊。哇。安全气囊。啊。哎，重点。这久了嘛，不一定会崩啊。无啦，应该还好吧。正常是会啦，可是我们不敢确定的，对啊。你去原厂那里说十年而已，可是我证实了，有人顶下咱有去盖留言列去了。嗯。他说呢，有台二十年以上撞还是爆啊。哦，原厂也是十年而已啊。你看一下，你看就多少？哇，你看这一只在这边。哦。应该是火药吧。哦。放的时候火药撑出来就爆开，瞬间就爆开了。你崩一起，一起了就瞬间火药供给它就膨胀了，所以其实爆开之后里面的空气很臭，就是火药味。哦，就砰啊！它前面有欧意诶，它的门好像有一个炸药在上面。其实有些椅子也有啊，我的安全带也有啊，瞬间爆炸它会拉，帮你拉，你就不会人动那么大。别重出江湖。拿回去要把这个拆掉了。为什么？我要去贴了。这个、啊。等一下。没有了，不用等一下，就弄好之后了、慢慢来啦。下一步啦，应该说下一步啦。好了、等待佳音。好了、我们就来。这个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哇，都觉得帅哥对吗？帅哥，还好啦。哦。好啦，弄好了。弄好了。什么弄好了？你看，有没有？都贴好了。对啊，这样就不会掉了，不要再掉了啦。啊，处理一盖安尼，处理一盖就好。处理一盖改色啊，改色，无得变啊，不然就要倒满天星版嘞。你自己弄个气氛灯就好了。哦，气氛灯哦，对吧？哦，终于回来了，好久没看到他了，好想他，开回去放好。耶，你看一下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是安怎？变速箱歪用后啊，就是那个扣子掉了而已啊，其他材料费才几百块而已。就把我困住好几个礼拜。哇塞！好，我捂住几下缸，重点是摸不到，要把顶起来，然后背脊被背，可是还蛮危险的，对吧？啊，就扣吧。那电门我终于去弄好了。他说什么一波未平，一波又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轮子好像中钉了。这个车这个修好，然后那个又爆了，你要不要直接换那台 BMW？行的嘛，你是给他碎了了，不，看干脆，啊你爽了要冲下，再来哦、喔，再来就是三脚架都叫来了，要去换三脚架，不然我塞给他起一个空，对，我动不上一条，好，那再来就是屋顶那个黑色的要去把它弄掉了，修正动。动摩擦的表情，光刹车啊，人呐、啊，人动摩擦的表情，像刚动没掉的，这个要把它拿下来啊，啊，先不装了啊，泰山说要拿一个冲浪板给我装，哦，对哦，有啊，啊，这些啊，这种条件啊，对啊，真的，你看，还是蛮出水的嘞，还是贴掉的话，其实贴的有好处啦，后悔还来得及，撕下来就好了，
对啊，你烤了后悔的话，就再烤一次，然后挂机啊。漆匠是好了，你掉了，你就去。你就干不行，我受不了，啊、我也要去换。对啊，天棚用好了，你换一下吗？哎、欸，不会掉了耶，不会掉了。天好狂啊！我头顶打蜡了、啊。真的，那时候已经掉到这里来了，怎样？没当反地跑哎。小蛋，阿、啊、你阿你开我车，去开我车哦、喔嗯。友情赞助啊，今天哦，就是最后，马家钱啊，比较便宜啊，哦，比较便宜，啊、大概一个价钱，外面的行情大概8000块左右，不敢说半价了，比半价还高啊，还要借钱啊，盖房屋啊，那怎么还剩下少的？可是一样啦，工资那个还是要给人家啦，这个要材料费啊，对啊，人家工资啊。啊，我窗户为什么没关？因为这个喷胶有胶的味道，我先把它打开，让风吹一吹。哦，软质的，你可以摸一下，嫩嫩的呢。可是他说了，这样没那个一劳永逸啊。啊，那可以，那你怎样？终身保固啊，那其他那个就重新换一辆嘞。下一次再换就要换别种颜色了。好吃的啊，因为永固让你先嘛换一个呀、嗯，对吧？好了，耶、yeah ，好啊、哦，对啊，再来就底盘了，底盘再弄一弄就好了。就一台真正的好车就出现了。哦，对啊，这样，顺便把引擎的部分都顺便检查啊。我想说顺便保养都做一做了，就安心的可以去环岛了。上路当帅哥，不然卡在路边的帅哥啊，真的是帅哥，掉老了。等下先拔出来啊。其实钉子你没有马上拔起来，还是慢慢弄而已啦。啊，我想说去的时候顺便弄了，车子弄好了啊。好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才有动力可以再继续再改下去，对啊，还要动力、啊，对啊，啊，不然我弄完那三个五个我就不用拍了，我就直接弄一弄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啊，记得啊，哇，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要花钱贴了，他都把那个拔掉了。你要贴了吗？贴了啊。那我把它撕了。不用，我要留给他。挖大底，哎，真的是再挖一个洞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去了。把地势做对了，先不要怕了，我这个怕了，不用怕他了。要拜拜吗？拜，拜一下。